要弄清楚的哈，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所以你如果看到说，在这间圣光神学院的教室里，坐着许多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而负责教导这一群学生的，便是院长陈吉松。陈吉松从小就因为家境清寒就读军校，但困苦的环境并没有减少他对学问求知的渴望。在人生的求学道路上，即使经历再多的挫折，但在信仰的支持下，他始终保持自己的初衷。他现在不但是一位神学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化学博士。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我是金玉。今天来到真情部落格的这位来宾呢，他从小体弱多病，他当过放牛班的班长，他其实成绩后来考得还不错，当了军人，也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从军职又转到了神职。哇，这是很戏剧化的人生。我们听听陈吉松的故事。陈哥你好。你好。你好。陈哥，你是南部长大的小孩对不对？是，乡下了。从小家庭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因为小时候我们在住在林边，那个地方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我父亲大概在那个把旧台币换新台币的时候，大概4万块钱旧台币换成1块钱新台币。那我父亲那时候就把旧台币大概有了10几个麻布袋，哇，哎呀，算是不少。然后换了10几万的新台币，那所以是小康之家啦。对。那不过因为这个钱那时候是我母亲在管理，那时候在林边有一个酒家女，她就接近我妈妈，然后听说在我母亲的那种饮料当中啊，就放了一些符，那所以她喝了以后呢，就大概就好像就听她了，然后以后就把这十几万就这样几千啊几万啊这样借给她，这样有很大的。那当然对我父亲来讲就很难受嘛，哈，而且。我父亲又是受一点日本教育，所以那种大男人主义，所以大概很不能够忍受这种情况。那个钱都是辛苦钱啊，是啊。那这样的就被骗走之后，那对我父亲来讲，那时候脾气又不好，所以就常常就打我妈妈。而且我父亲跟母亲，生了12个孩子，是，那一共夭折了5个，养活了7个。哇，那当时。我是大概弟下面还有2个弟弟，但是我出生的时候啊，就是觉得身体非常的差，一直排血，那所以可以说是几乎要死掉这样，那加上我的家庭又那个钱又被骗走了，对，然后孩子有5个夭折，所以我母亲就承受很大的压力跟内疚，那先生又不体谅，那所以他曾经3度。就自杀，那当时又没有那个安眠药嘛，所以我们家附近有一条铁轨，他就去握铁轨，那就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之下，邻居就发现这种情况，就责备他说：“你这样离开的话，那你孩子怎么办？对呀、啊，这些孩子怎么办？”那他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而且或者没有活下去的那种意义。这样，你自己小时候印象里面就是身体很差，对不对？对。然后妈妈会用一些方法想要去改善你的体质嘛？你们家里吃的东西营养什么还够吗？从我出生以后就一直很贫穷了，所以我完全没有经验到在那种小康之家那种情况。那当时大概医药也不是很发达，所以我母亲就第一个先带我去医院看嘛。那从林边，然后到屏东，然后到高雄，那时候到高雄可是大工程啊。可能要花上1天的时间来回这样，那所以看了医生也没办法好，所以呢他就觉得就说哎，就去求庙里面求神问佛，那希望能够透过香灰包能够医治我的身体，那肯定不能好的嘛。可是当时人就是这样觉得说这样会有效果，所以就在那个时间里面，看了很多医生，然后也吃了很多的香灰包，情况就越来越差。从小就体弱多病的陈吉松，妈妈为了他的健康而到处求医，拜遍了满天神佛，
但情况仍然没有好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却接触到福音，而这一份祝福不但改变陈吉松的身体，也改变了他的全家生活。因为他那时候拉肚子哈，闹塞哈，啊，很一天拉了很多次，而且身体像那个柴火一样啊，三比八。有人就报他说某地方哦，那个庙宇很旺，哦，东港啊，或是屏东啊，那就好像带着他到处看医看那个神火方面的，还好就是说没有死掉。他妈妈觉得说，哎呀，过去都走了冤枉路了，找了那么多的这个民间的拜的神呐、啊。没有一个偶像呢可以治疗儿子的病，最后呢是因为透过教会的那个长老，然后呢带领他来信耶稣。那之后啊，这个院长呢身体就一天天好起来，所以呢，他的信仰就是从、这个儿子求医过程当中，他就懂得要来依靠我们这一位真神。陈哥因为从小体弱多病的关系，其实妈妈为了要照顾他，一直不断的在这个流血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也想尽了各种办法，最后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当中似乎出现了转机。哦，我母亲有一天就说从街上回来嘛，经过那个诊所，经过那个布道所，那刚好很奇妙，就是在那个布道所那天刚好那个医师阮医师跟他的太太就从那个布道所走出来，那就碰见了我母亲，所以他就看见我妈妈说，就说哎，某某人你怎么这么神情这么沮丧，然后他看看这个孩子，哎，这个孩子怎么养成这样子啊？怎么好像那个时候状况已经蛮糟了，对不对？啊，对，情况很糟。他说怎么好像快要，他说他用台语讲说，那边花起啊，好像快要那个灯快要灭掉了一样，怎么养成这样子呢？这个长老，这个医生阮医师就很热心的就说你来信耶稣。哎，这个阮医师还是蛮诚实的，他就说医生也有不能医好的病，但是如果上帝的恩典临到你家里，说不定他就医治你的孩子。那就在那个时候，我妈妈听到，哎，上帝可以医治我的孩子，他就心中好像就燃起了一股希望。他对那个阮医师说：“如果耶稣基督可以医治我的孩子，那我要信耶稣。”那他怎么做呢？那他就好像讲简单的一些耶稣的福音呐、啊，就告诉我母亲。那就结束的时候，他就为我母亲跟为我按手祷告。哎，那天很奇妙，平常我晚上就是睡，都很不好睡嘛，因为这个如果小孩子身体不好的话很难养嘛，晚上常常会睡那个起来好几次这样，会哭啦，会闹这样。可是那天晚上竟然我一觉到天亮都没有醒过来，那所以我妈妈那天晚上也没有做噩梦，所以她一醒过来的时候，她就想耶稣是谁。所以等我父亲去做生意的时候，他就很兴奋，他就抱着我又赶快冲到那个长老人家、那个长老那个诊所。几天之后，我的身体就好像那种排血的那种情况就渐渐减少。有一天我父亲就觉得哎，这个孩子好像最近晚上都很好睡，他就无意中就问我妈妈说，什么妙药仙丹是吧？对对，你帮他到哪一个医院去看啊？你给哪一个医生看嘛？这样，那我们也应该去感谢他这样了哈。那我妈妈就最后就终于吐死了，她就说不是啦，是因为街上那个阮医生，他为吉松祷告啊，然后呢，他也没有给他开药，结果就慢慢就好了。所以这两个礼拜他就是也没有吃药，就慢慢好转了。哎，可是我妈妈忽然间那一天啊，就好像不知道跟谁借了胆子啊，就说哎，你那阮长老在邀请呢，说这个礼拜天要不要一起去教会？那我父亲那时候就想，哎，不知道怎么想，他就说哎也好啊，就这样子。那一天我父亲就带着我妈妈，然后我们全家就到了教会去。他真的从去教会之后呢，他可以接受吗？所以那一天我觉得很奇妙，就是那一天对教会的印象很不错，那所以他就觉得我母亲第二次在邀第二个礼拜在邀他的时候呢，他就也跟着去了，那就这样子陆陆续续就去了教会半年，就在那里慕道。
就这样，我父亲就跟我母亲啊，就受洗。是，其实这个改变不只是在你的身体状况的改善，然后妈妈不再惊醒做噩梦，然后可能状况也比较好一点，还包括了爸爸的脾气也有所改变哦。对对，你提到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奇妙，因为我父亲以前在没有信耶稣之前啊，他一天大概3包烟到4包烟。嗯嗯，我们说啊，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真的，这个朝代要更替，更替，那还比较容易哎。可是人的本性要改变的话，啊，真的是不容易。嗯，所以有一天我父亲信了耶稣以后，他很自然就再次拿起烟来嘛，因为这个就是习惯了嘛。可是那一天他觉得，哎，这个烟抽起来怎么苦苦的这样，所以他就觉得就不喜欢，就这样就戒烟了。你知道有人戒烟戒了10几次、20几次都还戒嘛？可是那一天就很奇妙，就这样戒烟了。他对妈妈的态度有改变吗？对，那一天，就从那开始信耶稣，我想那末道的过程当中，我相信那耶稣的生命进到人的生命里面来的时候，会产生那种性格上的变化。那我父亲脾气很不好，也没有耐性，可是从信耶稣那个时刻开始啊，我父亲就很少骂我母亲，然后也很少，家暴之类的。其实家庭关系越来越和乐，但是后来也是因为信了耶稣之后，才发现其实家里面有东西其实是怪怪的，好像一直在这个家里面做一些诅咒的工作啊，或者什么的。对，因为我们这个信了耶稣以后啊，那按照教会的一般的传统，就是说会到你家里除偶像。那因为那时候，台湾的习俗就是说，这个小孩子难养的话，那最好就把它送给一个神明，然后这个神明可以作为保护神。那受洗之后，那教会就会到我家里来，那就把那些偶像啊除掉，这样。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我们家里的这个神明就把它除掉，然后那些那个祭坛的一些东西也把它除掉。然后我们家的中厅啊，就摆了那个。门口进来的时候就会有那个香灰炉嘛，那所以就把香灰炉倒掉，这样啊，没想到倒掉的时候就发现，赫然发现，哎呦，里面有一些死人的骨头。那据台湾人的那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他们有人想要咒诅你的家庭，要你家庭这个绝孙的话，那就在你的那个香灰炉里面就放一些死人的骨头啊，或者是暗藏在什么地方。那我当时小时候，我听我妈妈这样讲的时候啊，我半信半疑啊。那我觉得是真的这样吗？那有一天我母亲过世的时候啊，那我后来就到林边长老教会去找一些历史的资料、历史的文献。那他们40周年的那个特刊里面，就有一个长老就写了这一段啊，所以他很显然就把当时的这段的消息就写出来。那我看，跟我母亲讲的完全吻合，所以这是真实的事情。那所以当时，他把这个偶像除掉，把那个香灰炉啊就除掉以后，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就平安就临到我们家。他们那种不可能的想法就完全改变了，变成可能，从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 mission is possible。后来到快举行那个布道会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跟我说吗？他们说，老师啊，我们觉得可能会超过60个人哦。陈吉松从小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这一份出身使他更能够去体会到谦卑的重要性。即使他现在身为院长，但在众人的眼中，他却是一位没有架子、具有亲和力的好老师、好伙伴。很多年前，他有一次我们暑假，不晓得是因为台风过后还是什么缘故，他就带领我们那个教职同工，就是大家拿个扫把或什么。那他是贵为院长，他就跟我们一起到我们的楼顶去打扫。然后他也蛮简朴，他做事上就是他的穿着啦，那可能就是比较就是固定的，有一些他可能就和领带就固定那几条。他的精神我们觉得很可钦佩的，尤其在我们建堂的时候，他不会认为说我是长老，那你们就要听命于我，他不会，他真的有微朴的心啊。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
我们每一次吃就是哀宴过后都要整理嘛，他去扫厕所，我们都跟他讲，长老你就不要了，你要休息，因为你已经很累了嘛，讲台完还很累了嘛哈，但是他还是坚持，他不会告诉我们你们当如何服侍，不会，他自己身体力行，他是会扫厕所给我们看。其实小时候身体慢慢好起来，但是家庭环境的关系，你一开始就是说，其实造成你有一些自卑的性格，是，对不对？对。其实你不是不能念书的人，你是可以，但是为什么会弄到放牛班呢、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哈，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会需要分班，升学班不升学班。嗯嗯。那我父亲他的经济算盘算一算，很简单了、啊，小学六年级毕业，然后就可以当他要我去当长工啊，做长工。那长工就是你在师父的家里，你就待三年，你学一个技艺嘛，比如说理发啦，或者是做西服啦、西装啦，或者水电啦等等。可是如果你读初中，你毕业还要读高中，那高中也不一定找到工作嘛，还是就要读大学。所以这样算起来要十年的时间。那小学毕业你就去工作三年，就可以赚钱了、啊。所以我父亲的那个经济算盘一算一算了、啊，觉得这样比较划得来。他当时完全不了解。那所以我小时候就在那种情况之下就被编入了放牛班。那我那时候知道我被编入放牛班的时候啊，哎呀，很难过，哭了三天，心理上很自卑，那因为觉得说这个你未来就是没有前途了嘛。可是我还是觉得照着我应该做学生的本分，我就念书嘛。那所以在别人都不念书的情况下，我念书，那当然就是成绩就比较好。那你干嘛第一名拿回去把它改成第一名？对，这个是就是因为这个心理上很自卑，也很奇怪的，所以我就觉得把那个一呀、啊，我就把它用一个圆珠笔，用钢笔哈。因为他是用钢笔写的嘛，我就把它画一个横过来，就变成第四名这样。所以我想说，这样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我就看拿给父亲说，我希望父亲看到我第四名，至少可以鼓励我一下，这样说几句那个鼓励的话。那我父亲看了以后呢，就也没有说一句任何鼓励性的话，然后就说哦这样子。可是老师还是觉得你是可以念书的料，所以建议你去考初中嘛。那我老师啊，其实老师觉得说，这个孩子好像看起来还肯读书哈，他就建议我说，你去跟爸爸要报名费17块钱，当时17块我记得很清楚。那我跟我老师说，不可能啊，我父亲就是要我去那个学技术嘛，做学徒，所以才把我编入那个放牛班。那你现在要我去跟我父亲去报名，那我父亲肯定不肯的啦。你知道报名费17块钱要了多少时间你知道吗？要了4个小时。4小时，那我父亲都不肯。那刚好是那个时间，那个我大姐又从那个眷村黄埔新村过来，那就看到我好像一直在那里苦苦哀求，不知道什么事情。说他打听之下才知道说，父亲不肯给我那个17块钱的报名费，所以他就过来跟我父亲说：“爸爸，你给他17块钱报名费了，如果他考不上是他的命，那假设他考上的话，那初中三年的学费我帮他负担。”所以那时候就因为小学也没有补习嘛，所以我就考上了那个当时县立凤中算是不错的学校。念了初中之后就会觉得很想要继续升学了吧？那时候第一学期的时候我就读了第一名嘛，那初中三年6个学期都是读第一名，所以我就得到县长奖。对，那县长奖就有一笔奖学金嘛，大概那时候大概500块钱还是怎么样，那就可以负担那个学费了，这样。所以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啊，就考高中，那就顺利的考上了高雄中学，这样。那时候，我就在挣扎，我到底要不要考大学？当然对我来讲，考高中考上了雄中，当然就是一路再读上去啦。可是现实的环境是我们当时其实并没有脱贫啦，那个环境还是非常的辛苦。那刚好有一天我姐夫就过来，因为他是当时陆军官校的人事科的科长。他就拿了一些资料过来，军校的资料过来。他说：“陈其松啊，其松啊，我觉得你应该去读军校。如果你考上军校的话，第一个，你不需要缴学费，你可以减轻家里很多的负担。那第二个呢，学校又可以给你一笔那个生活津贴。”后来我左思右思，那最后在现实的情况之下，现实的压力下，我终于去报考那个中正理工学院。所以其实你后来还就接着被分发到了海军官校去教书，对不对？对。而且你到后来被
选到了一个很精英的团队，就是所谓的核能研究所，这个大概是你始料未及的。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做这么深入的研究？是因为我大学毕业就抽到海军官校嘛，那就在那里教书啊，教了两年当助教，然后又考上了研究所。那考上研究所之后，然后就分化到那个核能研究所。那其实当时我们政府筹备设立这个核能研究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研究原子弹，所以前后我在那里差不多工作了11年多。11年多，而且听说原子弹快要做好了。那我那时候因为这个博士毕业之后呢，也就在核研所工作，所以大家都是非常的，因为目标非常清楚嘛，所以我们晚上有时候就加班到9点钟、9点半这样子才回去这样。那我预估大概差不多在2年就会有第一颗原子弹问世。那就在那种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有一个副所长就把极机密的资料就泄露给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不是能够公开做的研究嘛，所以那个 CIA 他们就派一些核能专家到核研所来，把我们那个研究室的那些研究管路就切掉。那当时我心中当然非常 shock， 就为什么这个美国能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哦，原来那个时候啊，在蒋经国时代，我们因为没有，我们台湾没有铀燃料嘛，那我们就需要跟南非买一些铀燃料。那你不是有钱就可以买，所以当时就必须签订一个合约啊，这个合约就是核子武器非扩散条约。哦，核子武器非扩散条约，也就是说你买这些铀燃料不是要用在原子弹的核子武器的制造上头，因为当时我们台湾有核二厂，所以也需要一些铀燃料是来发电，这样是要用在核能发电上。那可是我们当然就买过来，暗暗的在做这个研究，所以他们就好像理由很充分的就来阻断。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体制就产生了一些改变，因为你们就走不下去了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祷告了嘛？对。因为下一步要怎么走，实在不知道。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又是一个人生很大的转折。因为其实留在核研所的话，待遇是很不错啊。如果我继续留在核研所工作，我就可以顺利的那个工作到65岁，因为那时候核研所要改制嘛。那属于那个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所以所有的军职都必须全序为那个文职。那可是如果我现在离开核研所的话，我到海军官校去，我薪水就可能少一半哦。那而且我就离开我熟悉的环境，对，离开桃园，然后我的孩子那时候也很小嘛，对不对？后来我跟我太太商量，我说我的感动好像有一个声音要呼召我离开核研所。可是如果离开核研所的话，就把这个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包括待遇减少，包括周间完全不在家里，这个情况跟他说这样。他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你应该清楚确定到底离开核研所是不是出于上帝。如果是上帝要你离开核研所，你尽管顺从上帝的旨意，不要为了钱的问题担心，我相信上帝会供应。陈吉松为了这改变他一生的福音，他放弃许多高薪的工作机会，而选择进入海军官校任教。这样的举动是希望在艰难的环境下，把这祝福传递给其他更多的人。这个是当时，陆战队去陆战队做一个学术演讲啊，然后其实他主要讲，怎么样消除压力，因为军中，特别是新兵。他们进到军中以后不适应，所以有些人常常那个逃兵啊，甚至有自杀的事件。那他们那时候这个军中的那些旅长啊，对这个蛮重视的，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特别那时候我们有祭奠会的一些同工啊，军中他们就安排一些人去军中做一些演讲，那帮助他们能够心理压力啊、难处啊，怎么样能消除那个压力，就做点这方面的那个演讲。那其实我是通过圣经的一些观念啊，怎么帮助他们消除一些心中的压力，然后也间接的导入那个信仰，
信仰在我们消除压力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因为是他们找我去啊，那我是透过那个，我就说这个像圣经里面有提到这个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消除压力，从这个角度切入，不是一开始跟他们直接开门见山谈信仰啊，当然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就是那种间接的方式。那我觉得这样的他们也蛮能够接受的。他高中毕业要说不想考大学了，他说要想去读神学院了。那我跟他说了，我们家境不是很好了，哦，你不如哦那个去读那个军校哈，可以省一大笔那个学费，啊，如果要读神学院的话，你就是以后退休的话，退休的话，你还可以有机会啊。他每一天上班下班之后哦，事实上是时间有限，可是呢，他还是就带着我们去每一家每一户去探访，他就为人家祷告，都先问人家说你有没有难处。啊，那有人跟他说什么难处，比如身体上啦，或儿女啊、课业啦，他就会为大家祷告。陈哥在进了海军官校之后呢，其实有一个好像类似就是传福音的一个呼召在心里面，有一个热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却跑到补教界去，而且还做得有声有色。我一个同学在补教界，也算是蛮有名气的哈。然后他有一天就打电话，哎，陈医生，哎，这个高雄一个那个补习班哈，那要那个需要一个插大的老师，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啊？我那时想，哎呀，我现在待遇还剩一半而已哈，那好像有点时间哈，所以我就补这点用嘛哈。哎，对，补贴一点家用哈，所以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啊，下班的时候就去开始去教。那没想到教的不错，哎，屏东也打电话来要我去教，然后呢，再隔一个学期后，那个台南也打电话来要我教，然后台中也打电话来要我教。哇，你这个记忆跨得很大哎。所以屏东、高雄、台南、台中、一个礼拜四个晚上啊，然后有一天我准备要回那个桃园的时候啊，就接了一个电话，台北某一个补习班，很出名的补习班啊，就打电话过来。说，哎，陈老师啊，我们知道你礼拜五下午就会回到桃园，晚上就会回到桃园，你要不要利用礼拜六到我们台北来？好，哦，这插到补习班，北中南都有了。然后一天，他说当时说一个钟点啊，给我这个7000块钱，哇，七千块的话7500这样，哎，一个钟点40分钟嘛，40分钟还是45分钟这样，哎，我觉得哎好像还蛮诱人的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说你给我2天考虑一下，我再回复你。哎，就在那2天当中啊，哎，上帝就开始介入了。有一天那天我在灵修的时候，哎，上帝就对我心里面这样说话：我差派你到海军官校去，不是为了教补习班。如果你要教补习班要赚钱的话，你干脆就留在合研所就好了。对，我带你到那个地方是要有美好的旨意，是要你在那里做学生的福音工作。所以那时候我忽然间好像一棒，就被敲醒一样，那上帝就在那个早上那个灵修当中责备我，因为我也知道说上帝一开始带我到海军官校去，不是为了工作而已，对，是有机会能够跟学生分享我的信仰。可是我应该怎么做呢？军校是不可能传福音的地方，对，而且军校当时的环境也相当封闭，那我自己担心说，如果真的传福音的话，假设被抓到的话怎么办？被那个政战人员抓到的话怎么办？那会不会影响我的考绩？会不会影响我的前途？会不会影响我的官职等等？后来想，其实也不会死嘛，因为对呀，顶多就记个过嘛。所以我当时我记得我就跟学生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说我叫陈基松，那我曾经在核能研究所工作，那我是基督徒，那核能研究所是做什么什么的？哎，下课就有两个学生跑过来。哎，老师，我们也是基督徒哎。我说是啊，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就是希望看看我们同学到底哪几个是基督徒。那我就问他们说，在学校有没有人带你们查经啊？他说没有啊，我们一直祷告，希望有一个老师哈可以带我们查经。那一直都没有人啊带领我们这样。那我就说，我就是你们祷告的那个老师。
要不要礼拜二晚上到我的宿舍来，我带你们查经怎么样？他们说好。所以第一个礼拜就来了两个同学。那我们查完经以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下个礼拜你们来的时候不要自己来，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你们同学或者其他基督同学到我的宿舍来。所以第二个礼拜就有四个人，那第三个礼拜就六个人，第四个礼拜就八个人。那有一天这个八个同学啊，进进出出在我办公室啊，在我那个单身宿舍。那我刚好也进出去的时候，就忽然间跟我隔壁那个政战官啊，就四目相接。哎呀，我看了以后呢，他说你们在做什么？他问我这样的话，我那时候哎，心中的这个吓了一跳。所以我说没什么，没什么哈。那我就回来就跟那个同学讲说，哎呀，下礼拜不要在我这边了。因为可能引起他注意了啊，因为这八个同学这样进进出出八九个人哈，那其实也会很容易引起，因为这是军官宿舍嘛哦，所以我说下个礼拜不要在这个地方，就到我的化学实验室好了，所以我们就转移阵地到化学实验室。那有一天我心中有感动，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啊，上帝似乎要我们在海军官校举行一个布道会，那我希望能够有五十个人来参加，那当时我们有二十五个学生，对，他们听完就说：“哎，老师啊，五十个人参加，那是每一个人带一个人啦、啊，不可能啊！而且在军中怎么做，怎么做布道会，怎么做传福音的工作，布道会有点太嚣张了，有点太嚣张了哈。”他们就觉得不可能。我告诉他们说：“哎，有办法，我告诉你们怎么做。”然后第三个礼拜，我就跟他们讲：“你们把要邀请的同学的名单列出来。”那他们就有些人列出一个，有些人列出两个。那我们继续为这个邀请的同学啊，慕道朋友祷告。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之后啊，哎，他们那种不可能的想法就完全改变了，变成可能，从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 mission is possible。后来到快举行那个布道会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跟我说吗？他们说：“哎，老师啊，我们觉得可能会超过六十个人哦。”我们当时定的目标是五十个人。我们可能会超过六十个人哦。你知道布道会那天来了几个人吗？来了八十个人。那你知道那一天晚上布道会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啊，在没有预知的情况下带了那个电吉他过来，哇，我就心里想说，哎呀，我一度想阻止他，不要那个电吉他，可是又看他很有信心的样子哈、哦，又不想那个佛力呢，他的那个心愿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大概我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像那一刻。这么紧张，而且祷告这么迫切，学生来越多，我越担心，越害怕。为什么？因为难保你这七八十个人当中啊，没有一个细胞。所谓细胞就是，我们不像今天教会里面说细胞是个好的概念。所谓细胞就是 spy 嘛，就是可能他会受托于那个政战官啦、然后去收集情报啦，然后再往上报了等等啊，这样的细胞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七八十个同学当中。难免会有一两个是什么细胞嘛，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情况不就曝光了吗？对不对？那糟糕了，将来一定会因为会的找我询问一些事情。所以那天布道会啊，我就在那种紧张的那种情况当中度过了。那感谢主啊，我就想说，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是什么政战官或者政战主任会约谈我。那所以第一个礼拜我就在心情那忐忑不安当中，就度过了，没有事情。那第二个礼拜呢，好像过了以后又没有事情，这样经过了一个月以后，哎，没有事情发生，后来我才那个心情才完全平息下来。当时我在海军官校传福音，就是这么紧张。不过那天因为太紧张，我就忘记了他的电话电话也没有不知道他的地址大概不太好问，但电话至少应该可以问到。但是我竟然就把这么重要可以后来联系的那个机会完全忘记了。所以我就这样平白的就失去了失联了三个月。在那个石门水库，我们那时候开车去石门水库一起去踏青，那对他们的在那边的一个照片。这个是那个我们在桃园一个教会，圣诞节快到了，然后我们在教会有一些侍奉参与的一个教会照片。那这一张是我在那个时候1994年快退伍的时候，八月份要退伍的时候，
那在这个在桃园照的一张照片，那时候是上校嘛，那在海军官担任系主任，然后那我想我们也很少那个军服的照片，所以这张大概是唯一留下来。那我退伍了，隔两天我就到美国去读神学了，读那个 PhD 这样。所以其实我退伍然后出国，那四年的时间在 Kentucky 那里。那本来我们是要全家移民到美国去，结果美国在台协会，我们申请了几次。对呀，哇，对呀、啊，所以后来两个女儿都没有准，我们申请了5次，5次都没有准，那所以只好我一个人过去。那我他那里就不可能跟我去，因为他照顾孩子。经历人生起起伏伏，陈吉松谈起他的家人，脸上洋溢起幸福的表情。回想起过往到处奔波求学的日子，妻子在背后的支持与家庭的照顾，令他无后顾之忧，他的心里充满无限的感谢。有时候院长要出国，因为那师母都会帮忙他一些预备的工作，或者是说载他到机场啊，这些比较生活上，但是又是可以看得到很细微的一个师，就是师母在照顾院长啊，这些他们的互动。孩子几乎都是他照顾，那他要照顾孩子，又要工作，然后又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忙，很忙碌，他是很辛苦。他让我们长老没有后顾之忧啊！他长老会有今天，我想就是常常讲的嘛，成功男人后面背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好，我们来聊聊家庭的部分喽，哈、嗯。陈哥，你跟太太是怎么认识的？因为高雄那个地方，高雄那个地区那时候有毕业生团契，那所以我就很自然到了海军官以后，第二个礼拜人家就介绍我到高雄毕业生团去，所以我就去。那我大概每一个礼拜就固定去参加。那第一年之后，他们居然第二年的时候，他们竟然选我做那个毕业生团契的主席。那第二年当中，我做团契主席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年，我们一个同工，核心的同工就策划了一个，让契友们彼此认识的一个郊游，那就在左营的炼油厂那个半屏山公园。那当时我们就在报名的当中，我们就在半屏山公园就开始介绍彼此认识啊。那彼此认识我们就围成一个圆圈，那带领的人呢就说，你坐在左边的人要介绍你右边的那个契友、啊。嗯。那我坐在我旁边右边的那个女孩子啊，我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觉得，哇，眼睛一亮，就觉得这个姐妹很特别啊。那后来我当时就因为要介绍她嘛，我就问她，顺理成章，顺理成章就问她啦。大概那天，不过那天因为太紧张，我就忘记了她的电话啊，电话也没有不知道她的地址大概不太好问，但电话至少应该可以问到。但是我竟然就把这么重要可以后来联系的那个机会完全忘记了，所以我就这样平白的就失去了，失联了3个月。这3个月当中，我每天就想她。那有一天，我那时候骑着摩托车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丁字路口，那丁字路口，那我就从这边转过去，就要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可是转过去的时候啊，在那一刻，我的眼睛的余光忽然间看到另外一端，好像有一个女孩子走过来。我觉得这个身影好像有点面熟哈，我就立刻再一次把那个摩托车回转过来看，就是我3个月前这个每天一直在失恋的这个女孩子。后来看到她以后，我就内心就很欢喜嘛，对不对？那我就问她说，您那个姐妹你在哪里，简姐妹你在哪里那个聚会啊，你家住哪里？她说我家就住在前面这个500公尺的地方。她说你在哪里聚会啊？她说在高雄某一个教会。我说你家里这个住这里，可是跑高雄那会不会太远？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啊？我就邀请她到我们教会。他那时候大概也没有拒绝啊，就这样子答应我，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7年团契啊的那个当中就认识了这样。哇！不过后来你跟他真的是结婚之后，其实你总共有好长的一段时间你到美国去进修了4年，然后你在海军官校又待了5年，所以有9年的时间，你们的婚姻其实是在比较远距离的状况之下耶。对不对？那怎么样去照顾到太太？怎么样去照顾到女儿呢？那结婚以后，
其实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念书嘛，然后工作啊，特别在那种海军官校，那第二度到海军官校的时候有五年的时间，那我因为周间都是在海军官校，对，那所以周末才回到桃园去，对对对，那有时候我就打电话，那周末的时间那个值就比那个量更重要，那我也觉得说跟孩子的相处也是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在孩子的那个家庭的教育上，我太太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其实不是很多，比如说有一年我到美国去做那个博士后的研究，是，那一年我刚离开的时候孩子很小，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孩子都有点不太认识我了那我就觉得心中有点不是味道哈，但是当然透过太太就是说一直在旁边哦，来说哈，那这个有点陌生感，这样一年的时间啊，然后我太太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对一个太太来说，她的先生常常不在啊，不过我还好了，有些人像这个军人的话，他真是那外岛跑来跑去，那是比我更情况可能更不能比这样。那我觉得一个贤内助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共同的那种道路，有共同服侍上帝的那种心智，而且同样愿意委身在这样的一个信仰里面，那我觉得这个信仰传承啊，信仰会传承下去，那这不是说我小孩子不会没有那种信仰的叛逆的时候，也是会有，可是这个时候做父母的其实也需要就是耐心，然后也需要让他们看见过去这位上帝爸爸侍奉的上帝，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常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对不对？他就是见证这一位我们列祖我们先祖犹太人，就他们常常会提起亚伯拉罕啊，这个信仰是怎么样啊，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啊，那这样的我觉得这样的提这个提议哈，都会把那个信仰有意或者是无意的这样传承给孩子。所以妈妈小时候为着你的病着急，然后巧合的碰到了一所诊所，然后传了这个福音，从此开了你们一家还有你自己人生的一条笔直的大路，这条大路上面其实你去帮助了更多的人。我不知道陈哥在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真情部落格的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吗？是，我觉得是上帝改变了我的人生，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改变了我这个人的性格。怎么说呢？因为我小时候是非常自卑的，那自从我认识耶稣以后，这个新的生命就把我这样内在的那个扭曲的自我形象就慢慢调整过来。我认为这个信仰带给我人生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丰盛。那我也相信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抓住你人生的这个宝贵的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我认为这个耶稣基督绝对让你不虚此行。是，其实很多西方的哲学教育都是来自于神学，在当今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难解的问题其实也是因为缺乏神学教育，所以我们在今天陈哥的生命当中看到他从事了一份极有价值的工作，最主要的是他顾念上帝的事，上帝就顾念他的事，他可以忘记那个朝思暮想女孩的电话，上帝还是会把这个女孩带到他的身边你顾念上帝的家，上帝也就会照顾你的家了。如果说我们的人生当中时间都是有限的，那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到底应该是怎么做选择，怎么投入我们的时间，其实这必须要做一个很好的管家。但是很多人看起来好像每天都非常的忙碌，但是似乎又像在跟空气挥拳，到了最后一事无成，甚至有些人或许看起来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却觉得人生是极度的虚空。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奇妙的上帝的话，他会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的活动跟他的旨意连在一起，同时会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在手中从事的每一份工作都可以充满永恒的价值。谢谢陈哥。谢谢你主持人。谢谢。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越。有人问我说：“孙叔啊，这传福音我不会，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们看到了陈吉松弟兄，他怎么传？得时不得时，都能够广传福音。在军中被限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平常的行为，上课带动自己的学生那种互动的那种感觉，学生相信他，看到了他的诚意，他把自己的那种温馨得自于上帝来的那份爱传给人家，这不是变成很自然的事了吗？亲爱的朋友，你若领受了上帝的爱，必然你会晓得，在任何时间，很自然的，你就会露出了基督徒的形象。记住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我们看见了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不同的职场，他们都在尽心的来传福音。把主你美意你的好消息借着我们告诉了人家。你说神爱世人，主，我们真的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主，但是当我们自己面对人家的时候，首先我们求主你刚修剪我们，让我们有好的行为、好的态度、亲切的感觉与人共存的时候，我们很自然把主你的美、你的爱传出去了。谢谢主耶稣，求主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陈吉松弟兄可以这么做，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不管是在哪里，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一个姊妹，她说：“孙叔叔，我一看那个脸很愁苦。”马上我搂他，他因为我祷告，我就在街上祷告。不错，我有一点知名度，但是我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在意神借着这个人让我把他能够安慰的那种爱，我要表达出来。我就迫切地在街头上为他祷告，我不以为耻，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的就是把神爱我们的心让所有的人都能知道。亲爱的朋友，爱没有惧怕，上帝赐福你。